三门海景区位于广西河池市凤山县宝里乡。待会穿过三门海是世界喀斯特地貌典型的核心地带，是水游天坑景区。入口处的岩石直贴水面，在阳光照射下宛如一块巨大的翡翠，据说运气好的话还能看到成群的野猴在此嬉戏。柳暗花明有渔村，就是我们游览的第一号天窗。三门海依山有三个天窗，由自然通道可乘船入内，使人体会到山中有海，海上有门的神秘感觉，因此得名三门海。当地出名的饮用水的是饮用这条河水，这样的一个说法，因为福与福都统一，看到两字呢就天窗是喀斯特旅游资源的新足，有极高的旅游观赏价值。三门海的水洞天浑然一体，蔚为奇观，是世界罕见的壮丽景象，被誉为世界之窗。神秘的地下河资源，奇妙壮丽的喀斯特湖、喀斯特泉、大型溶洞群、天坑群、天窗群、天生桥等喀斯特地貌的所有特征都集中体现于三门海景区内，构成了名副其实的喀斯特世界地质公园。